那边你应该要帮 Daddy 梳头的，他还在睡觉住。因为他一起身呢，我一打开门入来，他起身就一下，现在他在睡，因为舒服得滞。但是他刚才起身呢，他头发这样，好像鸡的公这样，那些鸡的公这样，你杀上来，我梳回好他的头发。是喎，啲頭髮飛起曬喎。好啦，咁你繼續梳頭啦，幫佢媽咪瞓覺豬啦。嗯。